没看见。对啊。大家好。我两位姐姐一般去哪里吃鱼嘞？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大家好，大家 Happy New Year 哦。Happy New Year。New Year， 老太岁呢？好，对不对？那在后面捞一只玩玩具哦，还有玩他那边几个玩具哦，快要裤子都出来，我很生气。哎，这些都是乐乐没做，有听说啊？乐乐没做，你说话清楚。乐乐没做，乐乐没做，乐乐没做，是乐乐没做。哈哈哈哈哈。OK， 这次呢，你看到燕燕跟威哥啊，那么威哥呢是这样子，他已经五十七啊，没有啦，到五十啦，哇，是吗？15岁，讲他活的，他说60岁啊，第一次当这个男主角，对，60岁，不是说还没到，比你大，还是大了。不管怎么样呢，大家都知道了，威哥就是我们梁家湾很多年了啊，我从他小小的时候就看到他长大。还有看到我们你那降速器，对对对，前几天3个年一起都是降速器了啊。现在怎么米头车？啊，对对对。米头车，当然了。米头是什么？哦，修不了两米。哈哈哈哈哈。对，很厉害。所以呢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最重要的是呢，我们让辉哥呢，他的生命里面呢，有一个很完美的一个记录，就是他当过男主角。对，他为什么你们选了一个这么多个人来？我们爱你，我爱你吧。快。我哪里了？你看一下，真的吗？不会讲，经常去便宜啊。啊。中标嘛，真的。对。那他会更幸运的，配到那么美的老婆。对呀、啊，我就是要给他生命里面的有个完美的一个记录吗？哇，他永远都不怕贫困，都比你幸我是在你生命里面，我是在你生命里面给你一个惩罚。我爱你，国航马上把我老婆。你还有你还有开封味的吗？我们家喜欢火边呢。对对对。凉拌。火边就是国防的。告诉你，就是你就会老板讲，明天就有你的机会了。老板，明天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讲，老师讲给妈妈办。可是我是爱火哥的，可是我爱不爱你？当然爱，没有我带你回来。就是一朵鲜花，它在那个什么粪上面的吗？它在捕鱼。
你发财呀、啊！因为我太亏了，我跟辉哥说，辉哥人家看不起我、哦，所以你叫我自己研讨。对、嗯、对，那你怎么演？我很努力的去演，演给大家看。这个是自己亏你看的，不是我自己亏。对对对，可以。